Hello，各有高级，你啊都是新家了咯，哇，欢喜哦！啊，但是咱今年新家有淡薄特别哈，because 团圆饭袂使真啊济人食，然后咧都有真济人哦，已经 start 早日哦，可是今年已经 start 了咯。伊人讲 Karen Karen，我人今年食团圆饭了咯，因为吼那是未好食吼，甲办特别早去把什么人食落落哦，凄惨吼，所以吼，咱当今都是新家咧，咱都是好高食哈。食了吼，就是胃食会调啦吼，未安怎好啊？当心，今日为了人介绍，虾米咧？无好无介绍，两项物件，一个是咱会帮助消化的这 Japanese 啊 Blambo，加阻止咱吸收过多糖分，加一个淀粉的产品 Sugar Block 哈。OK，咱先讲咱的 Sugar Block 哦，这 Sugar Block 无虾米咧？伊咧会 block 咱的 carbo。会 block 咱的 sugar，所以真要紧，因为咱食饭，佮了是淀粉，面啦，面粉佮了是淀粉吼，了甜的物件啦，新鲜饼啦，新鲜粿啦，啊，块物件佮了是真要高能量的甜是真正关的吼，所以咧，若是拄着迄个血糖过高的朋友啦，佮是啊，哇，瘦身佮水水啊，惊伊肥对来的朋友啊，哈，即个就是咱的救星吼，所以有人讲把即个 sugar block 咧，伊即个产品伊是用 berries 的成分呢，按照食法咧，伊是安尼款呢，伊 block 咱的 sugar，甲 block 咱的 carbo up to 3点钟啊，3点钟内面都所食的甜啦，甲淀粉咧，也 help 咱啊吸收48%，真正厉害哈。所以咧，伊是安尼款呢，内面咧有120粒，一斗就要食4粒，这4粒按照食法，咱。啊，那是 A 来讲，到底食饭之前的半点钟呢，你会先食呢？伊第一道卡手，咱 block 33%的饱和感，帮助咱有一个饱和感，因为伊有一种 L 卡尼丁的成分，伊会紫藤果，所以你紫藤果是让咱饱和的成分呢。所以那是讲你会乎，到底食物件之前半点钟食呢？伊就会是让咱未吸收过多的食物的分量咯。但是那是讲咱物件来到头前一边食的是，哎呀，未去食 sugar block 安怎？未要紧，走路食，因为咱食了是 sugar block 过来食。而家咧，伊阻止咱吸收糖分甲淀粉 up to 48%，OK？咱食安怎食？下到嘴哦，四粒，特别爱四粒嘛，未使食少过四粒嘛，因为伊成分四粒甲伊做工嘅。了，咱咪加去破到底咱嘅嘴。像个我咧，我是唔加加加上嘴，因为它是一 berries 嘅味素，为人无咪加伊嘅味素 berries 哈，有人食一怪怪，特别你食惯时就无拉撒咧。所以你加去破了吼，你过来吞，因为那是讲你无加去破咧，伊未 work。到底咱的嘴，因为那是咱到底咱嘴是夹破了，夹咱的嘴的口水的 enzyme 就 work together 的时咧，伊到底嘴已经吸咱 block 咱的甜啊，所以咱接嘴半只气，到底嘴伊已经夹咱 absorb 48%的糖分甲卡波了。那是讲你无夹去破，你吞落去咧，伊的效果咧是到底巴肚内面甲做工，但是你当紧到底嘴夹去破了，再来吞哦。伊到底咱嘴已经发做工啊，好了哦，所以我人会即个苏格洛哈，我有加起一个 CR，这 CR 成分真正好了，尤其是有糖尿病的顾客哈，这 CI 的成分就是荷兰的这个胰岛素，因为咧，上加有电流，我本身有电流，所以往胰岛素无安尼活跃了，有人未做工了，所以伊会吸咱的这个胰岛素慢慢和伊都对来做工，所以咧，这 sugar block 唔止 block 咱的糖分，block 咱的淀粉，佮会吸。胰岛素未做工吼，慢慢海车都转来做工，所以咧，我本身有只，我的 testimony 让伊那是看过我古仔视频，让伊知吼，就把半 test 两点钟内面 test 贵啊两点钟 test 5点多呢，水水的伊的糖分吼。OK，讲了一个 block 素加，个 block 这个淀粉的咧，就咱来讲这个消化吼，当今咱效果。啊，新加坡一起，食真济新加坡啦，真正贵啦，了咱食真济物件，咱那个无运动未消化咯。咱若是讲有遐问题未消化的人吼，伊腹肚就一声积了积了，哎呦，真正粗吼，未消化吼，然后佫直直拍饿，了有人胃疼胃酸的人呢，佮了就是酸性体质的人，酸性体质的人呢，伊人的胃特别无好势，常常爱胃疼，所以那是。如果有这 Japanese plumbo 哈，按照这法咧，一日爱食两刀，还是三刀？
吃八杯哈，吃八杯，得叫牙膏粒出来吃，细细粒呢。伊上个咱东南的波子换样款呢，伊是日本一种的乌梅，这个乌梅是真正管的。诶，这个奥克莱产品，哈、哦，伊真正管，和咱的抗疫系统会和咱起来，所以咱免疫系统会真正好，了个有抗酸性真正爽。因为那是破病啊，那奥菌尤其是疼的人啊，食上侪抓起物件，异味物件，那奥菌就会疼了。十粒二十粒，无惊，加加喝落去，因为哈、哦、胃疼的人甲。阿摩根听人诶，伊人诶酸性真啊高，所以这点上你加一个碱性高诶产品来搭落去咧，伊会综合咱身体酸性。了爱保健诶朋友，啥食八杯，有足有足未消化咧，五粒就够了，定着爱食八只。吼、哦，我人这里日本乌梅咧，有加一个山药，山药是咱中药一种成分，是和咱的这个消化系统和咱的肠胃更加运作更，了个有和咱的这个血液循环更加好，所以加上这个山药哦，咱身骨呐有麻痹的哦，一般会好的嘞，哈、哦，所以嘞，那是这个新加坡，如果有这个。啊，可能食啊未补嘅产品，加可能食咧会消化嘅产品，哇 ，perfect！ 这个新鲜面筋都会补哈，所以咧，今日还没来喝水杯啊！祝大家平安健康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